请嘞，大家请坐。哎，你们请坐了，这样人家压力太大了。各位学员，大家安安，大家好。这个当然啦，哈，非常欢喜，看到各位来上课。这节课呢，是我要甲大家人来讲台湾地位。要讲台湾地位以前哦，我想问大家一个够简单的问题。但你要想清楚哦，嘿，一加一等于多少？哎，等，慢讲，目睭开开。你要想清楚哦，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二的，请你举手。等于王的，请你举手。等于三的，请你举手。然后目睭闭好紧，呀，简单的问题，问优点和怎样？小弟弟，一加一等于多少？二，小弟弟共二，小弟弟非常单纯，非常聪明，他答对了。一加一等于二啊，哦，简单不？有简单不？足简单的啦。他优点就知影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他带我问一加一等于多少，三种答案拢有啊。所以看讲吼，咱台湾人看有偌复杂的好，来，再问你一个问题，目睭开开。因为我想讲叫你目睭开开，因为台湾一个个性就是讲吼，家己唔敢做主，拢先看边啦。这就是思维我大病。啊，你即摆卖思维，用你家己心意哈，听好清楚哎。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请你举手。啊好，手放啦。唔对的请你举手。啊，请好手放啦。来，目睭闭好紧。我阁问你一个问题，这台湾先卖讲啦吼。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对个手。拢无，你看，你足清楚的嘛。后者国宾饭店就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诶，无可能嘛。啊，所以我请问你，台湾啥是台湾人的台湾？你有所有权无？你挂伫国宾饭店，人讲啊，你国宾饭店，你讲你个，啊，你摕所有权出来，你摕袂出来嘛？啊，你共款啊，啊，你住伫台湾啊，人甲你讲啊，你台湾的所有权证，请你摕出来，你拿不出来。我讲这个问题啊，我伫这个所在问过上少上过有30次以上啊。虽然问过30次以上啊，每一摆答讲台湾是台湾人，台湾人举手的啊，拢超过一半，超过2/3举手了。这是什么？这是台湾很多选举，这选举的时候都跟你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哦，回给他。这是选举，你支持你的内心的一种的归属感。但是我要跟你问，啊，不，台湾到底谁的？你说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啊，不，台湾到底谁的？这块土地我知啊，小弟，你有读册，你有又来先上过高级班哦，即马拢知啊。因为台湾这块土地，你要甲看伊的历史，就是讲，什么人有权利来决定台湾这块土地，对吧？这间厝是你的，这间厝我的，我都有权利来决定这间厝嘛，对不对？我要卖掉也好，我要租人也好，权利就是讲，这间厝是我的，我有这个权利。啊，什么人有迄个权利来处理台湾？你甲看历史以来，什么人有权利来处理？过去人讲荷兰有权利处理，西班牙有权利处理，大清帝国有权利处理。大清帝国处理的时阵，甚至甲人签一个条约，叫做《马关条约》。大清帝国甲日本帝国修建建书。甲午战争，1894年，真紧真短的时间，伊就建书起啊。然后呢，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签一个和平条约，叫做《马关条约》。唔是政府甲政府哦，
是天皇，皇帝对天皇签的呢。咱大家坐在这里上课，有一个观念一定要做清楚的。天皇所签的，不是代表政府所签的哦。天皇跟政府是不一样哦，不一样的法人哦。所以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和大日本帝国的天皇签了的《马关条约》，就是真真正正《马关条约》原文所写的。但是咱受中国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教育的时阵，伊甲你课本甲你安怎写？《马关条约》，清朝大清将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你读的课本是安尼，请你举手。我读的是安尼啦，啊，你读的是安尼举手，是安尼无毋对啦，你毋敢举手，这毋敢举安尼好吗？你读的是安尼嘛，你无可能袂记这遮尔啊重要的代志嘛，对毋对？各位，伊甲你讲大清建书，所以大清清朝将台湾偏互割予日本，毋对呢？你来看《马关条约》原文，这原文呢、啊？如假包换，包换，听我先讲。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即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来看我讲，皇帝跟皇帝所签的第二条，将台湾跟台湾的周边群岛和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安尼，这个后来变上的，日本天皇的，对不对？日本天皇有这台湾澎湖这土地以后，伊才交予日本的政府去管。同时，伊任命一个叫做总督华山之计，第一任的台湾的总督，予伊去管。伊才授权予伊去管。敢若袂出伊皇帝哦，厝足多啦，爱一个人带袂去嘛，爱伊交予别人去管，会使无？会使哩啊，他交给别人去管，敢若袂出。管理公司同款，啊，管理公司有一个总经理，啊，这个管理公司是什么物件？就是台湾的总督府啦，啊，来个总督就是总经理啦。日本天皇交予总经理去管啦，啊，有清清楚哦，啊，所以，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将台湾偏予挂予人，表示大清帝国。伊对台湾这个土地，伊有权利会当甲割让，所以中国伊定来伫讲，过去拢伫讲，过去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甲即卖即个习近平、胡锦涛的一半的所在，以前伊拢安那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就定来讲，台湾是自古以来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咱来看伊即句话对唔对？在法理上，你知影台湾这块土地啊，在大清帝国的时阵啊，这块土地显出什么形？你绝对唔捌看。来，你也看卖啊。这块土地在大清帝国的时阵显出这款形，你有看过无？捌看过举手？无几个呢。这不是我画的呢，这是正正刚刚清朝的土地呢。一地图呢？啊，台湾这块土地，你来看，这像什么物件？牛啊，蚕呐、啊，人讲蚕，食迄个桑叶，迄蚕有无？有形无？这只牛啊，怪怪呢。啊，正边巴肚无去呢，有无？奇怪呢。啊，大清帝国，啊，这块土地啊，画作这款形。啊，所以你刚看这点，你就知影。台湾绝对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啊！这无就无这块地啊，无右边这古刷，这块是古刷这大啦。古刷这大，就是正平呢。正平这土地伊无挖出来，因为啊那这都唔是伊的嘛。这个所在啦，我相信啊，国民党要甲你教吼，课本可能甲你写吼，以前吼，古早以前这块土地是沉伫海底啦。无法再浮起来，你要相信无？你要相信啊？但是中国人甲你讲，课本甲你写，你会相信呢？其实是假的。
大清的大皇帝将这土地来割给日本的天皇的时阵啊，伊是这个土地以后，1895年4月17日签约。马关条约1895年5月8日生效，4月17日签，啊5月7日生效。刷入去6月7日交割，伫家人的外海，叫做横滨丸电馆，由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叫做李经芳，和大日本帝国诶天皇任命第一任的台湾总督叫做华山之计。6月2日准签诶，啊签了后，6月17日，大日本帝国开始伫台湾即个土地实施管辖，伊叫做史政，开始政治管理，开始实施政治。所以6月17日以后，日本人、日本的派军队为遐登陆，你挂好人嘛？所以挂好人的时阵，迄人住伫台湾有一挂清朝的人，伊感觉不好，我不爱让日本人管，所以伊组织一个叫台湾民主共啊。啊，民主共吼，伊的旗啊，是因为清朝的旗啊是啥龙嘛？啊，你民主共吼，竟然一只虎。啊，民主共是讲要效忠中国，所以迄当阵的清朝，因为是清朝，但清朝的人真妖秀，迄中国人真妖秀呢，甲台湾人骗啊！来，咱卖去日本人管，咱家己管咱家己，那你扣钱好啊！啊，我来组织军队，甲日本人拼，钱是扣到啊啦，但是呢，战争哦，无三天，阿婆啊浪干。钱款款的，伊就算了啦。所以台湾民主国无甲一礼拜就结束去，这是台湾人的运命啦。啊，所以日本人一摆，伊是正正当当一摆呢。安怎讲？伊无甲你切，但无甲你偷地哦。伊是马关条约，你战争输人爱赔，战输的偌可怜呢？那战输人的哦，爱赔人钱呢？所以战赢偌好嘞，对不对？但侬嘛爱争战胜国嘛，啊，战败拢爱赔呢。啊，所以呢？清朝啊，这夭寿死囡仔转中台湾背后日本天皇啦，啊，咱是作衰，啊，所以嘛未当讲衰嘞，因为好分予日本天皇，才有咱今日呢。日本天皇几摆？啊，嗨啦，伊头壳疼啦，安怎讲？高山拢袂不服啦，高山讲呢，啊，我伫只生活甲真好势啊，啊，你异族就是基迄、那个异族啦，入来台湾。伊挡袂牢呢，所以才会发生真侪事件，拢是啥？拢是高山族的反抗事迹。所以日本人伫1905年入来十年以后啊，伊感觉安尼毋是办法，伊开一个国际会议，叫美国伫中国参与，做伙来参加。啥物叫美国？因为美国人迄当阵有印第安人的斗争的经验，啊，参加的时阵，因就决定讲。高山族这14个族啊，是无主权，唔是一个国家，是一个部落的形式。所以日本天皇决定，安尼，我派兵，甲派警察，为北部、甲南部，将台湾这块土地甲全部甲征服。我讲征服叫做 conquer 是啥意思？唔是讲战赢战输，战争法内底啊，无打败仗，还是打赢没有？因为可能没有国家来对靠民主啊，讲征服。如果我不服从，还是你不服从，我就跟你剪啊剪的时候，剪你来就是征服了对方啊。所以高山族叫全部征服，所以一记咧。台湾以前400年前，到1915年，这块土地头一摆建立的台湾主权 sovereignty。所以 sovereignty 这字英文和汉文来讲，在最近的100年来这才出现的，以前没有 sovereignty 这个观念，就是主权了。所以台湾的建立主权谁建立的？日本天皇，头一次，台湾有主权是头一次，1915年。1922年2月6日，华盛顿台经协定的第19条来这讲啥？已承认。台湾甲澎湖这块土地是属日本天皇的，
所以自迄个时阵以后，台湾朋友伫全世界拢认定就是日本人诶。日本人摕着这个土地，因为拄啊开始诶时阵，这个土地是清朝诶拓殖地，就是殖民地啦。因为殖民地伫国际法内底可以割让，但是拓殖地。拓殖地跟殖民地可以割让，但是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安尼袂当割让。例如马关条约内底有一条，就将清朝建书，清朝皇帝将台湾配合，另外将辽东半岛割予日本的天皇。但是迄当阵世界三个国家出来抗议，德国、意大利甲苏联。要稍等。你辽东半岛是叫做奉天呐、啊，奉天就是清朝的发源地。奉天这个所在是你清朝的发源地，是你的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不能割让。所以马关条签了十天，日本的皇帝甲大清的皇帝佫签一条叫做《辽南条约》啊，将辽南半岛献给日本天皇，啊不，献给这个清大清的皇帝。所以你也这样知道，殖民地才可以割让，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我的讲这是因为牵涉到后边的法律，所以你要先知道一点。然后，1915年，日本天皇建立了台湾的主权，因为台湾这块土地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殖民地割让以后仍然是属于殖民地。啊，殖民地面啊变成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爱叫满国公法。北海道这个所在大的叫做爱奴族，爱奴族呢不是日本人，爱奴族伊家己的语言，啊伊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日本天皇将这个爱奴族赶快给征服以后，实施皇民化，让伊开始学日本话，伊的生活习惯。和伊甲日本人完全共款，了后万国公会规定，伊才宣布日本的宪法底下实施。了后，即块北海道即个土地啊，变作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呢，变作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啊，当然啦、啊，琉球即个所在呢，伫一九几年啊，我算方向才袂记哩。迄当阵呢，伊有甲日本天皇合并，啊，变作日本的。啊，台湾这块土呢是1895，但1895，日本伫1937年的时阵啊，实施皇民化，台湾实施皇民，后来台湾人开始改姓名，学日本话，学日本的习惯。甲1945年4月7日，伫台湾这块土地实施日本的宪法，后来台湾人两种的权利，一种参政权，一种参战权。啊，这两种实施落去。台湾这块土地在万国公法的规定之下，已经变成日本皇帝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你有怕到吗？咱是日本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臣民啊！啊，现主席的日本人是日本天皇什么？国民是安怎？本来是嘛是臣民啊，但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书麦克阿瑟。用一礼拜时间改修改宪法，宪法起来修改，就变成一个无同款的日本同款啦。所以日本天皇讲：“啊，恁这日本人是变成我的国民，国民，臣民较大，国民较大，臣民较大嘛，对不？这个臣你就知影，臣。所以咱比日本人啊，较大呢。啊，日本人有惊到呢？啊，啊，你当时比我较大。”啊！以前阮去迄个也做马关条约以后，以前迄个以后呢，是我日本伫管理台湾呢。啊，即摆换你来甲伊管啊呢？我讲是啊。啊，边个证明？今年的8月15日，日本的靖国神社邀请咱去，咱的内阁，咱的台湾民政府的内阁，含咱的参议院甲众议院，要派人去。参加靖迄、那个，迄、那个做靖国神社的祭典，啊，要去的时候我就甲讲啊，谁站前面？上台要讲讲呢？
当然我徛头前啊，我日本人伫阮遮日本的，我稍等了。你是日本天皇的国民对不对？是啊。啊，我是啥物人？你敢知？因为啥物人？台湾啊。我会歹势呢。1945年4月，一个日本天皇的诏书伫遮，我摕倒来看。这有你有承认无？日本的外务省讲看法讲有啊，啊这有效无？有啊。安尼，阮就是臣民，啊你国民，我爱徛头前。伊惊着呢。啊，所以对啦，爱拍手才对啦，足爽的嘛，对不对？过去敢若去用欺负啊，啊，即摆雄雄，哎，雄那变遮大，啊，即摆呢，日本人哦，伊就开始，迄安倍晋三就开始改变啦呢。伊讲啦，我要废除宪法，要修改，要等于日本的帝国。所以这边哦，日本天皇出来主持，4月28号，就是和平条约生效日，伊出来画啥？天皇蛮在呢。日本天皇，那日本天皇，天皇陛下蛮在。天皇陛下这四字啊，电视改消音呢，跟他讲蛮在呢。日本天皇一开始，日本天皇万岁。其实，咱伫旧年甲前年去日本皇宫去甲祝寿的时阵哦，咱嘛去话蛮在，啊，其实咱已经甲日本天皇讲过。咱爱去甲日本天皇见面，而且佫利用伊生日的时阵12月23。你甲看吼，咱去年咱派150个民政会官员去，去年咱派几个？220位，220个呢。啊，咱即个150个甲220个去靖国神社的时阵哦，是靖国神社将咱甲引导入去内底呢。内殿呢，日本天皇伫拜的所在呢。日本天皇，即一般日本国民哦，一世人唔捌入去靖国神社的内殿呢。谁在上面行，他们都不知道呢。啊，啊你哪样去？我讲是臣民啊，因为咱有甲靖国神社遐主管讲啊，我们是臣民哦，恁日本人是国客民哦，所以是，甲你请入来滴。今年都多发生呢，4月28，以春季的大祭的时阵呐、啊，靖国神社日本的众议员派几个人去？168个，我让你破纪录呢。过去拢30个，未80个，啊，都惊死，要去干哪不爱去嘞？即摆无同款哦，168个排队入去哦，是啊，咱两个刺激。咱台湾民政府，甲刺激日本，讲你若买日本天皇啊，来，日本天皇回来带台湾好啦。我唔是开，我无你讲开玩笑呢。我甲你讲，今年8月15，咱6月份开始去公布的时阵，希望咱大家吼认真报名啦。上好咱今年吼会当去250个啦，和日本人啊永远都对咱袂着啦。但咱若去250个吼，因无定后摆，原来即摆拢伫拼。但是咱要既然咱做臣民，咱会比较侪人对不对？所以你若差不多爱38000到4000块，你也开始欠钱。安好无？啊，无人要去哦，那遮细声，好无？好，好举手。好，爱去哦，我甲你讲啊，啊若无去巴肚疼，我先讲。我阁甲你讲。靖国神社，咱也爱去甲拜下呐，是啥物原因？因为靖国神社内底，台湾人有几个？39100个啦。这39100个，就是迄个时阵第二次世界大战，去替咱家己的母国大日本帝国修建的啦。中华民国的总历史内底，台湾人有几个？无甲100个。中华民国敢有无叫咱台湾人去做兵？有啊，做兵，你的朋友啊、同学啊，死的嘛有啊，敢毋是？死了敢有甲你囥去整一个伊的所谓忠烈祠？无呢？凊彩代代恁兜刷刷去，你台湾人嘛，你台湾人是战败国嘛？伊是安尼对待咱的呢？所以你敢若看讲台湾人死以后，囥伫靖国神社，啊，甲台湾人死以后，囥伫中华民国忠烈祠100个，咱什么人？咱日本人啊，这就足清楚，跟你讲啊嘛，我们就是日本人嘛。来，讲到这点，
他拄仔我要阁照咱个议长甲各位问个，你是啥物人？你啥物人？你台湾人野手？你是台湾人个？安尼尔，啊无恁啥物人？哈？恁是啥？无恁啥物人啦？你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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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物个？啊，有台湾人，有中国人，啊，有啥物？好啦，本土台湾人，请你举手。好，你来证明，证他都已经在讲的，你无多证明嘛？你拢甲我骗的啦！啊，你有身份证顶款啥啥？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来，身份证给伊看者。你的身份证甲这张有共款无？哎、欸，你甲看啊，这张身份证顶款啥啥？你中国人啦、啊，你什么台湾人？什么本土台湾人？我别讲。喂。你有看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你是中国人呢、欸？啊，你中国人举手？哎、欸，啊，你拢讲袂出，啊，你明明摕一张，你阁不爱举手？你台湾人足奇怪呢、欸？啊，快看，啊，有人讲啊，我冇护照呢，啊，护照啥物电话声听？他拄咱的议长甲咱讲的，中华民国有啊？迄台湾迄字哦，迄是阿扁的假号共写去，写全拢毁去，台湾拢全毁去。啊！即马阿扁遐火吼，毋是讲阿扁火啦，就是讲伊做这个火去，台湾人火去。蔡英文嘛同款呢，不无代无志。甲你讲一个，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毋是外来政权，是中台湾政府，看着鬼咧。中华民国甲台湾不一样呢，你有看无？各位，头拄我跟你讲。台湾人是台湾，台湾是台湾人，台湾那不对啦。啊，但是你要怎证明讲台湾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有什么时候拥有台湾？无呢？伊刚才甲你讲啥？《开罗宣言》有啊？你有读过《开罗宣言》有啊？《开罗宣言》来这，宣言叫做啥？读英语来讲 ，Declaration，Declaration 什么意思？一种的主张。啊，这主张你想看卖哦？你即摆参加来办我看哦，你看。开罗宣言是在1943年12月初的时阵，中华民国一蒋介石和美国的总统、甲罗斯福、甲这个叫做英国的丘吉尔三个人，伫开罗签的，一签啥？啊，那战争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啊，台湾这个土地幸福，中华民国。伊讲日本窃占台湾啊，所以要归还给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的蒋介石改答应啥？你哪讲台湾要还我啊？我就中国就永远不会侵略我的周边的国家。迄当时下的条件啊，迄原文、迄秘密档案拢有啊，我拢看足清楚呀。啊，所以一点你讲，你想看卖吼？三个国家，美国、英国跟中华民国。讲那战争以后，台湾要幸福，中华民国。我请问，在迄个时阵，台湾这个号是怎个？日本天皇的，足趣味呢。咱两个拍一个契约，讲你后壁迄个啊做饮水迄个杯啊，咱两个杨建上赢迄个杯就你的，安尼通无？你听我再讲一摆，我甲。郑先生啊，伊是这郑先生，我甲郑先生哦，杨建，喂，咱两杨建，啊，啥物人赢吼？我这杯杯也袂歹呢，啊，这个玻璃、迄个瓷杯啊，很棒呢。咱两杨赢，迄地送提转去，啊，你欢喜无？当然嘛欢喜啦，袂欢喜，我嘛欢喜啊，对不对？问题这个杯送的，人主人的呢，啊，台湾是当是在土地上的，日本天皇的呢，啊，我哎国家。来杨建讲，什么人杨杨杨，迄个台湾团好哩，法律上未通呐、啊，安、啊、听有无？所以迄马关条约，迄个开罗宣言，迄、那个乌白讲的啊。而且是安内，后尾美国歪做，因为中华民国当时甲人讲，伊讲伊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他不会侵略他国啊。毛泽东吼，未挡未掉，就是安尼啦。1950年，6月25，汉战爆发。
6月27，罗斯诶，这个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迄当阵，周恩来甲毛泽东派兵入去韩国。啊，所以伫迄年诶1950年的12月，伊伫联美国伫联合国提出一个议案，伊讲哦，中国侵略朝鲜，要求联合国表决通过。确定讲中国侵略他国，中国的周恩来、马彪、吴修权率领9个人的代表团去联合国，讲美国侵略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联合国讲 OK， 你先证明讲台湾是你的。到今日为止，他还没有办法证明讲台湾是他的。啊，所以联合国通过讲。中国侵略朝鲜，这联合国通过啊，这个通过都多加开罗宣言，当时蒋介石代表中华民国的条件啊，相反，伊讲他不侵略嘛，啊，联合国托伊去甲侵略韩国嘛，啊，因为讲哎，蒋介石去同意啊，周恩来是毛泽东啊去走不算，拍谁国家继承，伊去侵略韩国。了后，当然，美国讲 OK， 开罗宣言破局，都无去啊。所以，现在就这项和平条约里面，台湾没有要交给中华民国，原因在这里了。不是讲啊，这开罗宣，这个、那个开罗宣言无签字啦 ，no， 西方国家啊，手都遵守啊啦，唔免讲签字啦。啊，所以因为。中国打破了当时的承诺，所以美国决定讲：“哎，我台湾不会交给中华民国。”所以好佳哉啥？迄当阵日本天皇伫台湾实施宪法，和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什么叫参战权？和你台湾人会当参加战？哎，你若殖民地的人未当参加战争呢？未当代表伊个国家嘛？因为殖民地的人参加战争的时候啊，他没有办法效忠这个国家呢。啊，所以有参战权的时阵，台湾人就开始可以效忠日本天皇。因为效忠了日本天皇，所以台湾人就有国籍，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国籍。这种蛮国公的规定啊。所以后尾啊，就这样和平条约台湾。无挂号什么人？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你要看迄条条约出来 ，Japan 日本政府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你要看哈 ，ALL， 大家听过英文吧？不头啊，听过英文亚洲？人家唔讲亚洲啊，你要看亚洲不要紧啦，读过表示讲你读过，但是读了不好啦。ALL 是啥？后边爱啥？复数，复数爱啥？加上 S 嘛，对不对？啊，这后边那无加 S。ALL 嘛，复数，复数爱是 S 啊。你要看 Right 无 ，Title 无 ，Claim 无 ，Right 权利 ，Title 名义 ，Claim 主张都无加，这是什么意思？啊，写唔对，歹势哦，未写唔对啊。啊，你要看哦，这真趣味哦。这个条约里面这样，我先不要跟你解释，但是我后面还拿一个条约给你看。1947年的2月10号意大利条约的23条，来，意大利合约1947年2月10号23条，你要看，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诶，这个放弃两个而已，一个 right， 一个 title， claim 看什么名字啊 ？claim， 你个等于第迄个就将和平条约的第二条。好，来 ，right， title and claim， 有无？三个哦，啊，过来，等下迄个意大利条约，来 ，right and title， 那欠一个啊，未记得下，不对呢，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啦，台湾在那个时阵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所以日本政府要放弃对这一块土地的主张权啊，就是啥管辖权，伊袂当过来管台湾这个土地了。来，佫等于一条，第二条，有啊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所以有这点，让佮你证明。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以后。这块土地所有的老百姓都总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啊，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他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你看这样中国，一个看我说这，中国他就拼命了，他就怎样？他说谎已经说不下去了嘛。啊，所以三年前，他其实在2007年，他那当中叫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武汉大学共同合作去研究战争法，然后一下一本册，武汉大学拢总87个教授，还有叫欧洲遐教授作业了一下，那本册我有啦，他都已经有甲大家讲过。那本册内底所写的内容，我唔敢讲抄我的，但是足奇怪，甲我的一模一样。啊，当然内底无台湾这个章节啦。啊，所以我跟你讲，台湾这个章节叫战争法，嘛是跟我现在一点同款，就是台湾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啦。啊，所以伊无关系以后，中国伊若阁话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伊后摆也该死，因为中国是安那民族主义特别强盛，伊若阁话了，伊的民族感情也造出来，所以开始消灭伊的民族感情。伊讲，伊怎啊摆讲神圣不可分割？伊讲啥？台湾是我们中国的核心利益。什么叫核心利益？我看无，你嘛听无啦。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表示啥？中国开始改变政策啊。所以你免烦恼，中国要并吞台湾，绝对不可能。你上这个这一节课已经有价值了啦。你讲你外口甲人讲这哦，大家都嘴也开开啦。讲地都讲道理啊，讲法你要听。所以台湾已经变成中国的核心利益，而且核心利益就是唔介意无关的呀嘛。啊，咱台湾人足计较，你知唔知？你也看哦，美国伊定一个1972年的时候，又定一个上海公报有无？1972年2月28号，一定在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来一下下，来听清楚哦，听清楚哦。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什么叫 acknowledge 呀、啊？不是认知啦。因为在汉字的文字典里面、啊、没有认知这两个字啦，在他们的认这个叫 acknowledge 是最上最什么意思？在美国人的意思就是说，我听到美国人听到你两边的中国人承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合法的中国，美国 acknowledge， 美国有听到。各位，你什么人？咱什么人？台湾人对不对？啊，人讲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跟你有关系不？没有关系啊！啊，台湾人的热脸拢去贴冷屁股啊！嗨啦嗨啦，美国要出卖台湾呢、啊？出卖个屁！人讲两边的中国人跟你有关系，那边的中，还有一边的中国人是什么人？就流亡在台湾，那个中国人还300万人啦、啊！跟你本土台湾人无关，你别讲奇怪啊！我都唔爱讲你台湾人，我干那讲中国人啊！你干那家己去讲，我跟你出卖台湾，我哪有出卖？美国讲的呀、啊。所以罗威尔《建交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拢总共款，拢讲个观看啥？拢讲，伊即个讲的台湾人是啥啥呢 ？People of Taiwan 哦。The people of Taiwan、啊、
我跟你讲啊，台湾关系法来讲啊，台湾人下下 ，people on Taiwan， 来 ，people of Taiwan 什么意思？你弄台英语啊，他都弄牙齿哇 ，people of Taiwan 什么意思？你明白呢？然后啊 ，people on Taiwan 呢？到底台湾的人没有错，一般拢不要安尼翻啦。People of Taiwan 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台湾人，啊，你会呀？其实 ，people of Taiwan 就是咱呐、啊，咱呐、啊。那什么什么叫本土台湾人？定义是啥？在1945年8月15号，迄一天啊，应该是9月2号啦，因为9月2号才前面的迄俩做投降书嘛。9月1号迄天那个10点以前，住伫台湾这个土地人甲伊后代子孙呐、啊，咱呐、啊。啊 ，people on Taiwan 是甚物话？就是是马英九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啦、啊，伊是住伫台湾顶管的人啦、啊。啊，你用这句话，你台湾就飞起啊，你就分未清啊。所以，咱即摆你发这身份证的原因伫倒？是美国甲咱改，因为主要咱个靠美国。美国讲，好啊，安尼好啦。你甲既然我美国判决第一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好吧，安尼嘛，我给你发身份证嘛。啊，你要发身份证哦，但是我爱美国制作，你袂当制作，所以恁真麻烦呢。你都爱摕户籍成本、相片，啊，都1000块呢。要哪美国制作，美国公司创的啊，国土安全部创的啊，爱开钱啊。啊，你讲1000块那遐贵，哎，我问你，啊，你中华民国护照，给你收了的，1300块对不对？伊就当甲抽1000块啊！啊，咱比较复杂呢。啊，因做一摆拢是几啊百万人呢。啊，咱做一摆偌济，几十个啊呢。啊，咱收钱我哪过分？啊，不能甲你趁钱啊啦。所以，你会当知影讲，美国开始互咱台湾人开始甲伊中国人拆开，咱有才1万人申请啊啦，是嘛？但是美国甲咱讲，你若要执政。要41万人来申请，哇、哦，41万人，你听了卡不也练我，会不？啊、哦，你若讲安尼吼，啊，我阁甲你讲，过较早的时阵吼，2年前美国甲我讲要650万呐，啊，650万，我安尼好啊好啊，免，我免伊啊，我免伊啊，我阁甲你改过较紧啊啦，啊，免过，啊，咱我们坐下来计算一下，伊讲安尼啦，2300万对不对？扣掉300万的中国人，一定的嘛，啊，不过2000万对不对？啊，这2000万的中国人有一半头壳歹去，伊认为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有无？你的边有迄种人嘛？有嘛？甲切掉，啊，不过剩1000万的，啊，1000万人，最近的这几年的投票率67%，啊，所以1000万人乘以67%就是670万。670万内底，美国真好个啊！佮将无投票权的乌白扣扣一半，感谢剩335万。啊，335万内底，联合国和南斯丁南斯丹独立的时候，佮你要求讲你要有12.25% 的人投票赞成。哦，335万乘上12.25，就是差大约41万。阿弥陀佛，41万，但41万嘛足艰苦的呢。啊呐，你即摆你外口你问，足侪人甲你讲哦，你谈个歹，你有对着安尼无？卖讲安尼啦，干那你来上课，伊讲你谈个歹，你会去掠去。啊，所以你也看哈、哦，为咱这个台湾民政府。为开始告美国2006年10月2日是告到今日，已经经过几年？7年。啊，有啥物人去掠去？有无？无呢？一个都无掠呢？你袂感觉很奇怪吗？所以你也知影，你若照国际法，啥物人拢无法度甲你顶当。你若无要照国际法，通通蹦蹦，你就会翘起。例如，1950年高沙族有一个
高义生先生，很伟大。伊讲哦，哦，然后我们的母国中华民国一礼拜待完啊，安尼我们高沙族可以自治啊。啊，伊就去提倡高沙族自治，叫中华民国抓去，一礼拜清查，很优秀啊。啊，过来，有两个台湾人提倡台湾政府来去清查一礼拜。啊，你已经够奇怪了。啊，要求我你顶完那写台湾政府，我虽然写台湾政府，我无袂记下骹写一个台湾民政府嘞。什么叫台湾政府？什么叫台湾民政府？所谓的台湾政府，就是讲在战争法、国际法的规范下，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要自己成立 civil government 民事政府，叫做台湾民政府。其实台湾民政府顶头上是谁？美国啦，就是美国台湾民政府啦。啊，那为两千。控贝尼二月二号成立台湾民政府到今日，经过五年啊，美国感觉讲，你们进展的非常好，安尼无恁开始来试行，就是试看卖啊，试行运作台湾政府，啊，同时慢慢的让你来加入国际的组织，在美国的帮忙之下啦，所以，那个台湾政府的。法律来源就是靠台湾民政府，如果没有台湾民政府给拿掉，只说台湾政府在清算，这样听有吗？如果听有我不爱相信，听有的举手，敢有影？哦，你不错呢，再说一次，这真要紧，我先再说一次，你不能去外面黑白说，黑白说这样在清算，清算没我的事，你先看，听清楚哦。你说台湾，你说台湾民政府，说一万次都没事。你如果单独说一个台湾政府，你就在清算了。我先跟你说，我可以警告，台湾民政府的来源就是按照国际法、战争法底下所成立的。这就是希拉蕊连续说三次，他说太平洋地区，就是大日本帝国，这些土地要解决要用国际法，我们就用国际法。所以可以成立台湾民政府，所以台湾民政府成立以后，那已经经过五年了嘛，所以美国就说 OK， 你们开始可以运作台湾政府，因为政府的时候运作跟民政府的运作不太一样。那跟他政府的时候运作就是啥？就是讲有权利主动来做一寡代志，啊，民政府呢是无权利，就安那步步听美国的军事政府的命令，伊讲一步，你才做一步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他说一步，我们做一步，他说一步，我们做一步。啊，我们现在如果变成台湾政府的时候，一定要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的台湾政府，我们就可以开始怎样？我们可以开始发行台湾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 不是台湾护照哦。你如果台湾护照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可以发的，所以旅行证件等同护照，嘛是赶快有一本以后，会当四个跟美国的护照赶快，而且这本护照的发行单位是哪？是美国军政府发行的，咱拢叫起工来，袂当马马虎虎的。会记得呢？我虽然咧讲哦。啊，有的人嘛是足推的，推阿面的，听无呢？明明都甲你讲哦，喂，你去外口一定要讲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成立、试行运转，那加入国际组织。啊，我来给搞啊！哦，赶快成立台湾政府啊！啊，拜你台湾民政府爱华冠，推阿面呢？再笨不过了，要死较紧啦！啊，你听有无？听有的举手。未歹呢，你我再讲一摆，要讲较安全的吼，莫讲台湾政府，干那讲台湾民政府对你较稳啦。台湾民政府是啥？一个防护罩，甲你盖掉的，谁都不能动你。啊，你若要讲台湾政府，哎，很小心，因为前主席台湾 authority 台湾当局，伊虎视眈眈呢，
上好恁这个团体吼、哦，出一挂毛病，我来甲你抓。这是因的想法啦。所以吼、哦，唔通计较，我阁讲一摆，但是很要紧哦。恁大陆听好清楚哦，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开始运行，并加入国际社会组织。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安尼啦，谁都不能够越矩。尤其是上海，就是讲，去讲讲台湾有台湾人的主，台湾诶、台湾人有台湾的主权，哪有主权？主权在上，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敢有教你？无呢？所以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呢？啊，搁在上日本天皇的手头啦，安有清楚无？来问你，甲你讲一个问题，真趣味的，你若等于会当讲臭屁的。日本天皇的国籍是啥？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没有，没有国籍，敢有可能没有国籍？日本天皇没有国籍，没有国籍的请你举手。日本天皇没有国籍的，啊，日本国籍的请举手。日本天皇，诶，你无牙齿，什么意思啊？啊，唔知牙齿。啊，好嘞，好嘞，我本来要甲你骗啦。啊，你你靠搞个，甲赌这句，我唔知啊，对。这句话真水哈！你若不知道，你讲我不知道就好啊，对不对？日本天皇没有国籍啦。这个国籍的认定是什么？就是看你这人爱效忠什么的谁啦。日本天皇有没有效忠的对象？没有啊，没有效忠的对象是啥？他没有国籍。所以最今日日本的皇太子和皇妃去拜访荷兰，有无？有提护照无？他不用拿护照，伊直接会当去甲降落落飞机安尼尔。他没有护照，他不用护照。啊，日本天皇伊个囝拢嘛是同款啊，无国籍啊。啊，无国籍个人，但是伊个后生伊个查某囝啊嫁予日本人就有国籍啊。啊，这国际法是规定嘞，有国籍个人甲无国籍个人结婚，伊个后生呢有国籍。你听我，啊！你个，你啊，同理可推。中国人甲台湾人结婚，后代是中国人，啊，有简单无？你有惊一条无？系啦，阮阿姨嫁予中国啊呢，阿姨后生拢中国人，这无多诶。啊，你免怎？免烦恼，免烦恼。台湾民政府来执政的时阵。台湾人马上会让你有国籍，啊！你的国籍变啊，当时变啊有国籍。咱的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中央马上会一个改组，甲美国有讨论啊。后摆咱无总理啊，咱会有敢若主席，啊了后设副主席，六个甲八个。啊，这总理、这个、主席是啥意思？就是总督。所以台湾的政府就定义什么物件，就是台湾总督府啦。因为台湾总督府官制，伊这制度仍然存在，你有惊到无？第四个人遐久啊，台湾的总督府的官制还佫伫咧。美国讲等恁恢复啊，恢复我袂予日本人管，无人管予你日本人管啊。即卖日本。和日本帝国有同款哦，无同款。所以你若讲讲，听我的口讲讲讲啊，秘书长讲吼，啊，咱无国籍，啊，咱是日本人，所以去日本政府讲，你要给我日本国籍，日本讲你笑诶。因为即摆日本和以前的大日本帝国无同款呀。你若要日本国籍，爱找上套日本天皇。啊，所以日本天皇，等下咱准备好，日本天皇任命一个总督，总督任命的迄天开始。咱台湾人国籍就浮出来，叫做台湾。迄阵咱就有国籍啦，啊，有简单无？啊，你欢喜无？啊，拢免拍手。台湾的地位有深无？足深的呢。你都无上课，你有法度无？你绝对无法度的。啊，你唔通想讲上两节课吼，哇，你变做专家呢？我可甲你讲哦，你爱买迄份，我唔是讲推销书啦。刚刚秘书讲电视广告讲个工商时间呐、啊，唔是，唔是这意思。新台湾论，恁一定爱买。我即马迄个中央政治局
扣120个政治，拢少年啊，25岁甲45岁，哎，甲35岁中间，遐少年啊，我拢家规定啦，第一本读《新台湾论》，唔是干那通尔呢，我拢啊甲检查呢。你今天练到几级？你若读一摆以上，你若捌嘞，我随在你啦。我写遐久，你读一摆你就捌啦。No， 无遐简单呢，算我头脑真好呢。即马含美国的地考，国家的地考来台湾都会来找我呢。我敢甲你讲，我全真真正是战争法的专家，因为战争法内底。拢讲啥？免啊 in and out， 就是讲免啊你占领，啊免啊撤退。去占领以后内底拢无你讲啊。所以各位，迄本册我阁讲一摆，你一定爱摕，毋是讲足贵个啦。你来受份一半价尔嘛。你这本册，你若无要读。啊！若年纪较大，讲啊，我年纪较大，我免哪读，教你囡仔读。这本册绝对可以决定我们台湾的未来。啊，我阁甲你讲，台湾的未来无路啦，剩这条路尔啦。法律这条路是唯一台湾人的后代子孙会当互因很平安的过日子的，靠这个法理这个。啊，法理足深的哦，你唔通讲法理哦。你不能常常讲一半，搁歪去，搁为感情去。例如，来你听清楚哈。这两天报纸讲，台湾又与迄一个小国家断交，对不对？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对的请举手，不对的请举手。啊，不知道的请举手。你们注意呢？台湾什么时阵跟人建交过？那是建交拢什么人？是以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跟人建交跟你什么关系？来报道给你听，台湾与某某地方断交，看到规律，都歹拢台湾的啦，那好拢因中华民国啦。台湾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对，请你举手；唔对，请你举手。嗯，你小看较徛，啊，搁有遮侪人搁唔知影呢。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怎么退出？吼，恁遮简单嘞吼。阿扁讲吼，阿扁讲啊，我们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对的，请你举手；唔对，请你举手。啊，唔知影举手。台湾怎么加入联合国啊？你也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啦，这个主权要搁你上遐，你日本天皇遐嘛，啊日本天皇那不爱讲话，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咪改限制条呀，叫伊下立点点卖讲话，脚麻袂当行。哇，迄火灾有啊？你捌看迄出电影无？唔是电影啦，广告有无？迄奥利桑有无？啊记者又问讲，阿伯，你哪会走？要不来不走？我脚麻免哪走？同款啊！你台湾都唔是一个主权的国家嘛？你台湾这个主权还佮日本天皇手头嘛？啊，日本天皇因为旧金山和平第一条改限制条呢嘛？限制啥物物件？伊讲日本天皇将国家的代志交给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啊，所以美国佮咱讲，特别讲这美国讲，你去佮日本天皇讲嘛？其实咱要佮日本天皇讲的时阵哦。美国主要是2009年12月15日看到讲习近平去找日本天皇啦，伊找日本天皇创啥？伊甲日本天皇讲吼，我即马中国小可有钱，安尼啦，我台湾我甲你买倒转来啦。伊2009年12月15日，日本天皇甲印一句话，好佳哉，日本天皇无欠钱呢，所以日本天皇甲讲啥？我日本皇室从来不卖东西。记转啦！啊，你想咱来去甲伊讲，伊会同意无？伊嘛袂同意啦，我甲你讲啦。啊，无要紧，你袂同意无要紧，因为旧金山和平第一条美甲限制条嘛。美国讲，啊，你去甲伊拜托嘛，互你主持嘛，互咱家己管家己就好嘛。这我有中国人管啦，对不对？
欸，不爱让中国人管的举手，你无要让中国人管的，啊，要让中国人管的举手，嗯，好家在，你若来，我就讲，啊，你就免上课咧。你不爱让中国人管，咱家己管咱家己就好嘛。啊，日本天皇爱会同意啊，所以咱哩去年150去，啊，去年240去，啊，我就一直想呢，免让日本天皇知影。所以前几天啊，咱要去二三要去咱十八村哦。咱就叫人将咱迄本红的，我有分给恁迄本哦。迄本呢，先送去予日本天皇看。这本哦，咱印甲真水哇，予日本天皇看，予伊知影。连续两年，日本天皇即摆已经知影。所以你甲看吼，咱去日本天皇的所在，去甲日本天皇讲的时阵哦，伊生日嘛，伊就出来对哇，伊就出来特别哦，今年啊，今年足清楚的。因为咱伫个头前30公尺尔嘛，日本皇后啊，甲日本天皇讲的，我相信我是无听的啦吼，但迄嘴敢那意思讲吼，啊你诶，莫看头前迄个是咱你台湾的新民呐、啊，迄比遐国民较大呢，啊所以日本天皇挥手甲日本皇后甲讲了，伊看过挥手转来，伫咱头前，佫特别甲咱较久的时间呢，啊因为我所以我叫后边吼甲翕起来，啊我甲美国讲。我甲英，我甲美国摕个影大好看。我甲你讲，我甲日本天皇讲啊，伊拢同意啊。伊讲，欸，太快了。伊爱问讲，啊，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啊？伊讲有啊。我甲日本天皇讲，我要自治。啊，日本人说，好。美国是笑到要害，啊，但伊嘛无多敢反驳呢，对不对？欸，即摆迄套我足够的呢。伊嘛都用迄个模糊政策，我嘛个用模糊政策啊！啊，所以今年你若有38,000到40,000块，拜托你少欠的，来斗一个较济人，你讲好唔好啊？好。我甲你讲哦，咱去哦，一定是住6,000的饭店哦，6星哦，唔是5星哦，6星饭店哦。啊，而且安怎，咱用的游览巴士拢是绝对上新的哦。安尼一挨饭哦，代表咱的内阁呢。我甲你保证讲，你迄5天4夜吼，会当是你即世人去参加旅行社吼，最豪华、最豪华、最豪华的旅游啦。但是拢袂当乌白走哦，要守规矩哦。你若食薰的，你毋通乌白去哦。我甲你讲哦，你若要食薰的话，照常吼，要照规矩。啊，服装仪容要整齐，要穿咱的制服。咱的制服吼，啊，哎，我阁无穿，来你后台看者。咱的迄、那个，咱的迄个礼仪大臣呐、啊。黑色的，请坐。查甫的呢，西装2件裤。啊，因为咱第二期的学员来替咱做的，安尼一束啊5,000块。啊，查某的，一束衫、一领裙、一领裤5,000块。你直接做嘛无要紧，你家己去外口做嘛无要紧。啊，我是希望讲颜色和同款，因为徛出来吼，你唔能看黑色拢种同款呢。迄徛落去，敢若无，迄乌无同款，我是无同款的歹看。啊，啊，恁呢？明天中午食饭的时阵啊，伫迄个餐厅遐吼，也有人在做。啊，你家己去做，你若要做，你若无赚钱，无要紧，你就先做。但你先做，但袂当，你若无付伊汇钱吼，伊袂甲你做。我先甲你讲哦，你若汇钱吼，伊就甲你做。啊，做了，伊寄去恁兜。这是明天有这款的代志，向甲各位啊先讲一下。因为咱即马要从咱台湾啊地位要甲恢复吼，咱真艰苦，咱是爱向两个单位讲，第一个向美国讲，第二个向日本讲。日本呢拄到日本家的人吼，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拢无打。你唔相信日本人哦，解剖的时阵拢无打，你知不知？他们胆已经无，拢安那，拢破起啊，他已经没有胆了。最近开始讲，还阁袂歹呢。啊，最近这个袂歹吼，甲咱的台湾民政有关系。啥甲台湾民政有关系？因为咱一开始知影讲这代，咱知影讲咱台湾来要恢复正常哦，干那一条路，爱先效忠日本天皇。效忠日本天皇无啥物意义啦，这个意义干啥？你如果是基督教，干那袂输耶稣同款，啊那佛教的。跟恁家的佛祖同款，
放伫神明伫桌顶的佛祖同款，日本天皇同款啊，敢那伫神明桌顶啦，甲尊敬就好啊，无叫人伊爱去啊拜啦，无啦，无叫你安尼啦。上济你讲哦，啊，日本人嘛是安尼啊，即摆日本对日本天皇嘛是安尼嘛，最真甲尊敬，因为土地人爷嘛。啊，你讲机关你也晓好个啊，啊，人生啦就安尼啊。从以前日本天皇就是有遐土地啊，啊，你要甲怪讲。啊，无你的土地位置了，你甲上买，还是古早几啊千年以前人伊都有啊？你最好承认嘛，对不对？敢那想讲，你的老爸，你若真无喜欢你的老爸，敢会当换？老爸会使换无？会举手？啊，袂啥会举手？啊，对嘛，无可能嘛。啊，所以咱就真正伫法律顶端，日本天皇就是咱的拥有者嘛。啊，只有咱安那。咱个承认嘛，啊，敢承认袂爱你个命啦？台湾人足计较个啦，常人嘛讲啊，我不爱和日本人管，妈呀，你去中国啊！我不爱和美国人管，你去中国啊！所以各位，很多事情台湾人很容易意气用事，民族感情，这样不对个。你若各位意气用事，民族感情哦，咱到落尾啊，咱台湾人死了了。啊，什么人管嘛？同款，无做拢无饭好食。这句话对唔对？无唔对，无唔对。你一定爱做代志嘛，对唔对？啊，你有做代志，才有薪水嘛。啊，唔是讲什么人管拢同款，无同款呢？咱若咱民政府来管的时阵，你做代志一个月会当领十万，啊，中央面只要给你领万五，无同款啊。你来看，欢的人有要贪污，无要贪污啊，对唔对？所以你来看吼。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政策制定的时候，那个领导者伊的心态非常要紧啦。啊，过来，伊也真聪明，会晓想，会晓和老百姓拢会当赚到钱。这种的领导者真少啦，你听人讲啊。但是唔是无啊，有啊。咱都爱经过对，经过准，因为咱台湾坦白讲哦，四百年来。你唔爱建立过你家己国家，阿扁啊做八年，李登辉做十三年，因做拢什么派？总统，啊，但迄总统拢是啥？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十三年的总统的生活，佮加上八年阿扁的总统的生活，拢是中华民国。啊，但是李登辉佮阿扁拢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中国人来动一条，以教导力来讲，中国人来台湾是征服者，伊征服者，伊来统治你诶。啊，你有一天爬起个头壳顶，所以台湾人来去做总统，做伊中华民国，伊动袂掉啦。所以伊就甲你关好死。啊，那迄是对伊足大诶侮辱嘛。所以阿扁啊，那这边毋是美国开始要来甲救，伊会关甲死。我甲你讲，你咱老早就知影。咱老早也知影讲，美国甲咱偷讲啊，所以咱即摆咧选举，你是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所以你选中华民国总统。啊，你定你讲我是台湾人，啊，你台湾人想要去选中华民国总统，我甲你讲，你讲中华民国的护照、哎，身份证啊，都有成玄机呢。来，你也看中华民国的身份证，中华民国什么身份证？你有看这张啊？国民身份证，你有看无？有无？你敢公民？有去投票的举手？你捌去投票？哎，老实来啦，老实来啦，拢有投票啦。啊，你是国民，你咩啊去人投票？你的权利在哪里？你不是有读册吗？你读个册有甲你讲，公民才有权利嘛，对不对？啊，你哪去等？谁啊？这张身份证为着嘞？1946年1月12号。中华民国的行政院宣布，为1945年10月25号迄天开始，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国际有人安尼，所有的人拢甲集体规划，国际法无这套呢。国际法内底规定讲哦，国籍的决定爱个人决定，三个条件：第一，意愿，你的意愿。第二，自愿，你主观；第三，合法。
合乎这三个条件，你才会当摕到国籍。咱在座各位，你有自愿要做中华民国的国籍，请你举手。你无嘛？啊，你有意愿要做中华民国国籍，请你举手。嘛无嘛？啊，你有合法，可以变做中华民国国籍嘛？无嘛？安那讲？你从来没有自愿过嘛？啊，你无自愿，你唔知影讲迄张身份证无效呢？颠倒，咱迄张身份证，你若去美国有效呢？你唔相信？你若亲戚已经摕咱迄台湾政府迄张身份证去美国，你甲讲，你摕迄张身份证，你去坐飞机看卖啊？即马美国的飞机你这是非常严格的检查呢。你假设你用中华民国身份证摕我看，你看伊要通过无？伊讲你这个干嘛？你笑诶！啊，你若换咱台湾政府的身份证摕咧 ，OK go。真诶呢？所以有人讲迄个身份证无啊，绝对有效。我甲你讲，咱最近有一挂人去美国旅游，因就用迄张身份证伫美国机场进出呢。啊！你伫中华民国迄张身份证有人要插入啊？伊讲迄假的，中华民国迄张假啦，迄张假啦，但是这张是真的呢，这个才是真的呢。我今日有听到一个消息，唔知真啊假吼？台南嘛，台南有一个区公所啊，讲发布消息啦，写讲哦，美国官方承认台湾民政府，啊，佮讲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掌政权，你们拍手呢吼，你听我讲的哦，这真正人家讲啊呢，伊伫迄个台南的迄个做区公所的迄个公布的迄个官网电网所公布的，伊欢喜到要嗨呢，你不要认为这是很奇怪啦。美国官方啊，啊，美国官方承认的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的文件里头，我给你看，来，好看，美国官方承认的，美国官方哦，承认的台湾民政府跟台湾政府的文件，这两张，一张是2010年的10月7日，佮另外一张是2013年的3月15日。来，这张好较大滴个啊！这台湾加盟台湾政府3月15日，2013年官方承认的。喂，你唔通想讲 government 的政府呢？你去银行开一个账户，敢袂使哩？你开一个账户，讲我是什么什么政府，可不可以？伊讲你笑诶，咱有呢。咱伫以美国的美国银行开户，嘛是用这个账号呢。台湾政府呢，所以什么人若敢用台湾政府，咱就甲告呢？台湾民政府咱冇一张，来，我看一下。台湾民政府这两张执照是同时存在哦，你不要搞错哦。这张 TCG Foundation 有啊，台湾 Civil Government Foundation， 你有看无？啊，你们拍手呀！啊，你有欢喜无？你无信心，非常有信心。本来这两张不爱让大家先看，让你看完，你就知影讲，哎，这是温情的啊。即马是等于吼坐轿嘛，头前的做到要死，甲你扛到要害的。你即马拍拼啥？你即马无啥物物件爱拍拼，我甲你讲实，你干那拍拼一项尔啦，替等招人啊，甲身份证安尼尔，有简单无？我无叫你革命哦。我无叫你提刀提枪去甲中华民国拼生死呢，你就我刚刚甲你讲，你来做革命先行者。什么叫先行者？先行的人啦，大先行的啦，先行者。我无叫你讲做革命先烈哦，革命先烈就翘起来呢。那人有人叫你去做革命先烈，你卖菜，你讲你先去。啊，伊若要革命，你做大先。啊，伊若讲你无 LP， 你讲啊，你讲的唔只可能无 LP。啊！你敢讲你咪做财政去，拢是你咒诅别人死啦！我即马咒诅，互恁做好康的，安尼好？拍手吧！
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两个执照拢总有哦。啊，有人讲哦，啊，即摆有人食醋呢，一寡不同的派别讲，啊，遐无啥，我凊彩了，无你申请，你去办啦，你原来去甲照常甲申请看卖啊，你甲申请嘛，你看真简单嘛，你甲申请我看卖啊嘛。啊，你想看卖啊？美国敢有可能承认两个台湾政府？敢有可能？无可能嘛。所以咱这个台湾政府是啥？假扮假摆，你讲对不对啊？所以咱即摆吼，受训的我甲看，目睭看，哇，少年啊，愈来愈侪。少年一般拢戆戆啦。你想讲你这政治，拢问你老伙仔你参加的？你啊，我这样看法无呢？老伙仔真老伙仔真落较少呢。即摆拢少年啊呢，拢很年轻呢。我甲讲你走对路啦。因为咱即摆训练这四千名，就是要后摆建款的时阵，革命先行者。因为咱的高，咱的迄个。高等迄、那个高级班毕业的时阵呐，予你一张证书，迄张证书就是咱台湾政府以后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用一辈子，安尼好冇？听好清楚，敢若头前四千个尔，啊就秘书敢若老我啦，你拢老我啦，后摆吼，若干年以后有人甲你攻击，啊是安那因四千个永远就当做公务人员。啊，拢免客气，连我是革命先行者，我代先做的嘛。革命先行者先提硬，先硬一批嘛，对不对？所以恁真巧啦，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哦，咱的迄个啊，这是算讲初级班啦吼。下下礼拜是56期，啊，过了过，迄礼拜就高级班啦。啊，这个初级班吼毕业的时阵吼，照美国的意思。上恁一个人一面美国的大面的国旗，大的国旗，但是有规定哦，你的国旗袂当用德国哦。咱台湾人最爱用德国的，因为台湾有一个俗语讲啥，德国倒菜刀。美国讲吼，要是话你甲倒菜刀，我甲搞美国国旗。所以讲吼，恁袂当吼，啊，做用德国啊，甲挂些旗啊，你啊规矩。用迄个竹，迄个做这啥，迄个旗杆呐。啊，旗杆咱嘛同款，咱的学员头脑才要修好，去做老鹰。这支老，这是美国内政部送给咱的，啊，这党做的。啊，我这袂当卖你，你较侪钱我都无多卖你。但是咱的学员有去做，用迄个做射出的迄种的，做甲一模一样。哈、哦，啊，迄个三节分成三节，一支400块。我不是叫你买哈，但是你若无的，你应该买啦。啊，你若厝内有的，红海都好。顺便小讲诶，你敢若迄个美国国旗送你，啊，迄个美国国旗吼，有一个规定啦，你若甲挂出来，风甲你扇歹去，雨甲你捅挖垃圾去，会当摕倒来换，一支换一支，免钱诶，永远伫你换，哎好冇？都嘛好。吼、哦，讲拢免钱拢好啦。拢免钱拢好啦，啊！那民政的旗啊，民政的旗啊，甲迄个军事政府占领旗，这两支都爱钱啦。民政府这支你看有无？咱的台湾民政府的旗啊，就是这支。这支是代表意思，迄红的代表啥？日本跳，日本。啊，六颗星是啥？六个州。啊，台湾是啥？绿色的。啊，迄中迄个部分是啥？美国占领啦。美国还在占领台湾呐、啊，这个是台湾民政的旗啊，啊嘛是台湾政府的旗啊，所以我希望讲，你会当每一个人上少爱有一支啦。咱若执政的时阵哦，你只个挂出来，领导隔壁一定羡慕你，羡慕死了。你革命先行者，你无这支旗，笑死人啊！哦，我是革命先行者，讲几波啊？你有旗啊？啊，搁一支，这支就是吼、哦、军事政府的占领旗。这个不同的所在就是中那个那个记号啊，一只那个叫做星星吼，啊两个翅膀哇，这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了。内湖来金乌路100号，美军入来一段挂一支，这是咱2010年9月7日，美国跟咱办那个酒会，5个单位来参加，CIA 贵矮，跟咱报吼，参加的时阵。
就送咱这支旗啊，讲咱这支旗啊，旗杆会当挂起来。所以呢，你若有方便，应该带回去，都爱钱啊，歹势。我无法度供应啊，因为咱无募款呢。我有甲咱学员募款无？捌募款好啊，请你举手。无半个啊，无嘛对不对？会较大声，你妈呢？因为咱在转播呢，啊，拢点点袂出，敢那有影？有啊无？啊，无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所以咱吼很刻苦经营。恁来交钱，毋是交予咱台湾民众，你毋通去外口甲耍咧乌白讲咧。恁只只参加民宿对不对？本来照道理来讲，三天两夜啊，啊，食人十顿啊，提供你棉被，提供你些迄些哦，照道理要一万块钱啊。啊，是因为甲农庄讨论啊，初级班哦，叫伊降价啦，吸引较济人来啊，6000，啊，高级班就恢复正常。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交的钱不是给我台湾民政府哦，再讲一摆，我嘛赶快爱交钱呢，我食饭爱钱啊，对不对？所以你们俩想讲，我们到台湾民政府受训，我们要交学费，歹势哦，我没给你收过学费哦，你迄个钱拢是完完全全的宿舍费加饮食费用，啊加啊再你包括再分给你再物件哦，拢是我干部所提出来的。无关呢，所以你要搞清楚哦。你唔通后背去后背后背甲讲呢，你讲咧吼，啊有人足计较呢。我好像自以为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啊啥咧后背母呢？各位唔通安尼，唔通学中国人迄套。咱台湾人是足好的素养，啊较足好的品质，敢知啊？去年三一日发生的时阵，祖妈咪啊，还是啥？祖妈咪叫做。海啸有啊，日本有死足多人有啊，死遐多人，日本人照常排队伫 Seven Eleven 对不对？你有看无？排有够长呐，有人插队无？没有，甚至有人还未排到位枵死的，伊就歪插队，伊的车去走，无人插队，拢总规规矩矩。他拢足干嘛？全世界拢干嘛讲？哦，这个日本这个很了不起，歹势。咱台湾伫1945年8月15日，迄、那个两个月内底，咱台湾人甲迄种一模一样。迄当阵战败以后，日本的警察、日本的军队拢无出面，台湾家己管家己，无犯罪率是零。你会当去问看嘛？问你的亲戚啦，看是毋是安尼啊？咱本身台湾人都有真好的一挂品质，但是这两年啊。和中国文化已经教到夭壽歹啊，碰风啦，分家规啦，贪污啦，电视嘛都乌白甲你演啦。各位看到有啥足痛心的？有哪想讲嗨啦？啊，少年啊，看这款电视温死的。啊，你啊看哦，电视也好，媒体也好，好的代志无要甲你报啦，歹的代志乌白报一堆啦，啊，拢不一定到，不一定实在的工课啦。伊拢要抱得越耸动，报纸愈侪人咧买，这种是无正常。所以咱后摆进前以后，一定要彻底这方面要甲改过来。啊，这都要靠咱党诶，因为咱即摆后摆党诶人，你若上过国际班诶时阵，你就是咱诶精英咧。咱即摆嘛有25岁到30岁，即个中间，即摆训练120个人。当然，咱即摆某只少年啊吼，后摆咱原来甲伊扣咧内底，即个精英。那要碰见讲，即个今天后摆要做中央政治局。即个中央政治局是即个部门伫咱的迄个结构内底，哎，无法的结构好恁吼。那个后面哈，你要把那个那边那个我们在25号那一本哈，还有那个结构的那个拿上来，现在拿上来，每一个人把它画一下。我要发一个物件好恁吼，就是咱有关，但是是写英文的。啊，你要去看中文的部分、啊、汉文的部分、啊、你到我们的台湾民政府官网，我跟你讲哦，台湾民政府官网哦，官网两个字要加上去啊。即马中国啊吼，中国真侪人拢甲你创一个台湾民政府，啊，民政府甲拍入面吼，迄拢毋是咱的官网，伊话鱼目混珠啦。啊，即马开始看台湾民政府吼、啊，入面的时阵哦、啊，拢讲诈骗集团啦、啊。你要看吼、啊，因就是啊。超工要甲你救嘞，
让你的速度变慢。啊，所以我常在讲哦，咱即摆是所有的人今日上课，后日恁要例会的时阵，咱就每一个人拢替你注册，伫咱台湾民政府官网内底注册。注册以后，咱每一个人拢会发一张单啊，互你，就是你注册的号码。哦，已经替你注册。你后摆你上网的时阵，你若要发言、要讲话，你直接用迄、那个互你的密码，你就可以上网。那不是咱的学员，别人要想上网不可能，啊、哦，无法度啊。所以你要了解就是讲，对这方面哈、哦，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哈啊有所管制。咱即摆诶官网、电网来看有几个人，很主席。咱即摆训练的人哦，有3000，差不多3100、3200左右了。但是注册的人哦，因为以前无安尼啦，以前拢让你家去注册，啊，即摆家去注册哦，足侪拢不要注册啊。啊，我即摆干脆我替你注册。我替你注册以后啊，我们那个首页哈、哦，把它弄出来首页，这个首页啊，来我叫来，我叫来，哎，那赵一家的首页，好来，你看啊、哦，这个咱的首页啦，哈、哦，台湾民政府这个首页呢叫一个注册，一般来讲哈、哦，你不要注册啦，因为你不是咱的学员，袂当注册。这个注册你个点嘞？注册，来注册，好来，即卖是2539个人，你看哈、哦，咱训练是有3000几个啊，欠条600个人，啊唔得走一堆呢，啊、哦、少了600位，所以即卖呢，我拢直接先去注册，吼、哦，啊你就弄一张单，吼、哦，啊恁后摆恁伫即个官网顶，我甲你建议啦。你今天受过分啊，后摆你等于出去，一定每天至少要有一次上网。咱这个网站，你知道一天有几个人去看？25万人，每天哦。尤其咱在上课，咱这种现场实况哦，你伫厝嘛看会到我伫讲话呢。但是我是无希望讲外课的时阵，你若直接上网哦，拢变慢的，因为哪，几啊十万人同时在看。所以变成讲，你若要看我的时间哦，我是甲你建议吼，挑开啦，我晚上还是第二天哦，啊再来看，爱较顺啦。啊，若无呢，你所看到我咧讲话啊，拢我要哎啊会拖慢去，因为啊太多人了，起码25万，起码超过已经迄、那个数字哦一直往上增啊，已经超过变成超过30万左右啊，所以看的人愈来愈多，唔是干那恁咧看尔啦，中国嘛你看。中国嘛，伫遮学足多呢，哈！啊，美国人嘛，你看；啊，日本人嘛，你看；欧洲拢在你看，全世界拢在甲恁看。啊，你中国是固定吼，中国是固定，每条两礼拜开放一摆，互因中国人起来看。啊，你伊啊啦，伊足中国人算厉害啦。伊进前话，伊本来无咧通嘛。啊，即摆呢，我咧教了，我文章就写起，对不对？因就像一两礼拜哦，伊就开放全中国吼，起来甲恁截取我的文章。啊，不要紧。我欢迎，没有版权，你做得赢，哈、哦，做得赢。安尼呢，渐渐，全世界足侪人开始知影这健身法。后摆呢，那就健身，要健什么健？读册在健身就好啊。所以你若捌健身法，你就不会被欺负。啊，你若捌健身法嘞，你这个国家会去用欺负。啊，就是咱即马，哇，变遐紧的吼。迄个首页吼，我甲各位讲吼，你们一定每天回去，后摆啦。什么代志发生，还是什么代志，咱拢伫这个官网监管会发布。啊，希望讲啊，过来呢，恁的电话，拢爱电话号码，拢爱留互咱，因为常常咱的简讯，我每一礼拜，差不多讲若无上课，我差不多按照按轮的啦，差不多两礼拜、三礼拜，我有一摆拢会去恁的所在，和恁见面。啊，去见面要讲啥？要甲恁讲，民政府即卖进度到什么所在？啊，若通知你，你就可以来你的办公室。即马全台湾咱拢有办公室，即马20几个办公室，啊，这20几个办公室，看你离对的所在上介近，啊，你上网你就知影讲，当时我会到。啊，我和恁见面是叫做与秘书长有约，啊，我会跟恁讲，啊，可不可以即马这礼拜还是这两礼拜进度，甲什么款的程度？啊，所以我是希望讲。咱来直接受训以后啊，整个终身，哈、哦，终身啊，拢是咱台湾政府的人马，啊，希望讲各位哈、
后摆咱做一个政府官员，服装仪容要整齐，吼、哦，服装仪容要整齐，啊，莫讲清清菜菜，啊，但是我阁伊讲哦，咱后摆政策有一点嘛，贪污一定，啊哪，啊，死刑，好，贪污枪毙的，请赞成的举手，你有赞成的举手，贪污枪毙，哎，无举手的吼、哦，有问题哦。无，我甲你讲，贪污无底线的咯，一定枪毙，好唔好？遮细声呢，遮细声呢。我讲一摆啊、哦，我们一直政，贪污一定枪毙。我讲，来恁即摆看，这来这是写英文的啦，但是无要紧。这英文呢，咱的政治精英班哦，这英文我拢叫伊去翻译。啊，你若家己翻译一次哦，你就你后摆你对英语啊会愈来愈进步。啊，搁一张迄个叫做啊叫咱的组织架构表发了各位。恁哦，迄嘛种英语的，但是英语不要紧哦，伫咱的官方网站监管有翻译啊、哦，我们官方的网站上面有翻译，恁咱可以看麦哈、哦。来，你动作较紧的哈，动作较紧的。来，我即马发的这这本册吼、哦，这本册呢，就是咱开记者会时阵，咱开记者会发了所有的记者，啊，发了各国的啊政治领袖，伊在提，啊，佮另外一张嘛是同款吼，咱记者会所讲的一挂话，予各位参考看卖啊。这呢非常对各位来讲啊，这是有关台湾的地位啦，哈、哦。来，来，你动作较紧嘞，哎，好，啊，头前搁个发者，你无，你嘛无发音。来，各位恁看哈，迄本迄个监管有写着台湾政府有无？我搁讲一摆哦，注意哦，单独讲台湾政府是不行的哦，听有无？单独讲台湾政府，你就有台独的倾向，啊、哦，安怎讲？因为台湾政府顶头上面没有啦，是一个拥有主动权的主权的国家，所以你别讲讲台湾政府安尼施行，你讲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安尼瓦行，安听有无？好、哦，这不要弄错啊，绝对不能弄错啊，一弄错、啊、会酿成大祸，哈、哦，要做清楚啊。所以咱伫这个所在要给各位人知影。咱即马是以台湾民政府为架构，然后开始做台湾政府的运转练习就对啦。你台湾人唔捌有政权过啦，头一摆啦，美国你甲你帮忙啦，啊，你来帮忙，你都爱知影讲人你甲你帮忙虾米，啊，你才我都做。啊，人混唔对吼，会足凄惨的。那这是中文的翻译吼，你有看吼？啊，这无要紧，这伫咱的官方网站监管有吼，啊，你家己去看。啊！你查字典，你嘛看有。咱是后摆，咱真正的这个做部分哦，我们会做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台湾政府主席，其实这个主席什么意思？就是台湾总统府的总督。啊，这个内阁，台湾政府内阁这个部分取消了，内阁总理大臣嘛无遐。这个、部分呢，会变成啥？咱的迄个做副主席，就是咱的副总督。哦、副总督，后摆呢？副总督每一个总副总督啊，他会分门别类来负责这个单位啊。愈来呢，这个我们整个组织架构呢，愈来愈清楚。我跟你讲哦，你会记，咱这秘书，那你学这秘书，敢那打棒球？你知道棒球啊？知道棒球的请举手。知道棒球的，会吼、哦？啊，你要看无？会嘛吼、哦？咱就敢那打者。咱即马呢，因为过美国，表示什么意思？咱拍一支轰棒，轰棒全力打了，哇、哦，飞出去，大家足欢喜的。这个轰棒飞出去，啊，你们开始跑垒，对不对？啊，你跑垒跑了一垒，你无打着，无准成呢。你们收紧呢？哦，一垒都无打着，搏者搁走去二垒，安尼死呢？哎，无准成。一垒呢，打垒，好裁判有看，你有打着，啊，搁二垒搁打垒，搁三垒搁打垒。啊，搁倒来本垒，安尼得分。即摆有真侪人安那呢？一垒、二垒
回来本垒，没有经过三垒，安尼就无分啊！你听我，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咱今日拍野球的时阵，咱讲一支轰棒出去，全垒打，啊，即马开始跑垒，人甲你教，哦，你就爱来一垒，爱甲打掉，啊，再打掉啥？台湾民政府爱甲设立，啊，就设立啊，啊，过来来这二垒，啊，这二垒啥？就是讲。你已经可以演变为台湾政府，但你这台湾政府就哎，台湾民政府架构下的台湾政府啊，打雷啊，过再来第三雷，三雷是啥？开始组织内阁啦，大行拢创好后，安尼登来本雷，安尼本雷美国都将捐款献给你啊。咱一定爱叫起工来啦，会记哩，爱叫起工来。所以讲到这个所在吼，你就知影讲这个啊，做台湾的地位吼，不是三天两天。啊，不是讲你上两节课，啊就拢会晓啊，未必见得。所以我阁讲一摆，我希望恁会当利用这个机会，迄本册一定要去买。我不是迄本册恁买对我无好处啦，没有什么金钱上的好处。但是恁买迄本册哦，对你台湾地位有真大真大的帮忙。安尼呢，我今日这节课要上到这个所在为止，吼啊。第二堂课就是伫后天的时候，我有第二堂课。啊，明天一整天呢，拢真辛苦。哦，为在时七点半，我先伫这个所在半点钟久。啊，了八点就开始上课，上到暗时才十点，啊，搁一个研讨会。啊，过来就后天赶快，我呐七点半开始，我刚在讲过话。了后呢，啊，上课，啊，后天到三点半。三点半以后，会记哩，要翕相。照片照相的时候一定要拍照，因为美国会进入电脑，甲恁分析，要每一个人这脸啊，也甲你贴起来，一定爱翕相。所以你唔通急讲吼下课，啊，就较紧啊，我撞等伊，较慢嘞。啊？也拢有，你免烦恼，通通都有。哎，像拢拢翕着免烦恼，绝对。即摆科技非常吼、哦，啊非常发达吼、哦，一定爱翕相。啊，过来我先来先问一下吼、哦，各位吼、哦，恁啊明仔载结束的，哎后日结束的时阵要坐计程车嘛对哇？咱有请十家的游览巴士，安排计程车伫边啊。啊，若要去的，可不可以高铁的？大家上好捡几架车，安较省钱啦。吼、哦，啊要啊做台铁桃园站的，啊去要去啊做。啊，做啥？迄个啊，做南口的，大家爱分开哦。啊，上好是四个人做一只，安尼较省钱，安尼好冇？多谢各位，谢谢，谢谢。请起立。今日休困，楼卡有点心。楼卡有点心，吼、哦，楼卡有点心。啊，明仔的位置、哦、不要变、哦、你今日坐对就坐对。